枪，雕像发亮钱，一气之下喝药别时间，他想用生命说上一句话，能够换取领导的终身。我们听了真心酸，大哥他走不是这两天，黄雨豪言又不光，前有豺狼后有虎在看，他们就像唐僧肉，哥哥看到都想看这一浪迹全地间，还等火烛举头歌中的少娘，声声筛选挣到手里没有钱，这代保养要承担，日常微服保险还没有算，还有家庭的开销，觉得他又是否生活在